来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下一套题目，1-0了，最后的机会了。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。广岛之恋，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。好，下面有。好，男女对唱题，男女对唱我应该是救，那你就你没有人质，没有人质自己玩了，自己玩，对，自玩，你要站着玩，坐着玩都可以做了，好，坐一下，你坐一下，你要先移动了，这边太强了，我们这个阵仗，这个阵容，口斗，请出题，这个阵容我很喜欢。点了支不窗外，宪哥跟九安呐，宪哥九安呐。有谁要出来挑战窗外？挑战一下窗外！哎，因为我们一生拿出窗外冠军呢，窗外冠军，是窗外赢的。窗外越来越黑，太孤单，想着那雨那一天，虽然我哭红双眼，都没有不对，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。窗外越来越远，化成的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下一套题目，1-0了，最后的机会了。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。广岛之恋，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。音乐来 ，music， 没办法，太强了。时间好好来爱你。嘉允算是最会打理的，站到最后了，对，辛苦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对，猛虎难敌猴拳呐，对不对？没什么能送你的，送你一个大红包，是不是？最强四级的队友，像话吗？什么都可以送，怎么可以连吉祥物都送？好，恭喜我们一人队大获全胜。